好的，还是到了粉丝这个互动的时间了。那这一次，我去，这一次猜对密码的更多呀，这进来了8个了啊。这个我们公布密码吧。那么这次的密码其实是阿春的这个 QQ 号的前6位啊。上次是阿春密码的后4位，这次是前6位啊。所以说这个很多人都猜对了，不容易啊，不容易。好。来，我们看一下谁能进来。哎，有人已经进入游戏了，那我们也进入游戏吧。那这一场是打的一个废弃工厂，打的一个狙击战。因为阿春狙击一直练不好嘛，所以说这边还是打一个狙击战。好，那这边让他们开房聊天吧。没挤进来的。好，那这边给他开房聊天，我们这边球球就下了啊。好，我们这一次打一个狙击战。我们这边用弩还是用这个？哎，这么卡的吗？好，我们这边用一个巴雷特吧，先拿巴雷特找找手感。哇，这个电脑今天怎么这么卡呀？啊，都关一点东西。废弃工厂这个地图，好，上来顺掉一个。废弃工厂这个地图感觉还是比较好打的，因为它这个距离都是一些比较小的。来一个，好，没有打到。这个其实我感觉连弩更好一些啊，换弩吧。好，这个顺弩的话是比较准的。哎，好，这一次挤进来的啊，我们一会儿再念下名单嘛。那么其实这一次互动阿川时间上是有点紧张的，因为现在是6:20嘛。一会儿6:30的时候就要去，我去，你没素质，玩刀，你这家伙！一会儿阿春其实是要去这个开会的啊，社团上有个会要开会，然后这个时间有点紧张了，我打完这局我就得跑着去这个开会。好，我们选择卡住一个点，不要乱走动了。打个人战的话就是不要乱跑啊，你乱跑的话就这个很容易死。哎，我看到一个人影，在这儿。哎，这没打到，这你也敢信？哇，怎么这么卡呀？断线重连了啊，什么情况？喂，这么卡，怎么回事？好，3连杀了啊！只要是你这个不要乱跑，你肯定就死的会少一些啊。你看，就打这种啊，这家伙没看到，还没看到我，我打了一枪，他没看到我。好了，我们现在虽然不是杀敌最多，但是我们现在是 KD 王啊，就是这个杀敌死亡是最少的啊，把他放跑了。哇，这里有一个人打出了5连杀，等他无敌过了以后再打。好，我们也5连杀了，这边还是第三名啊，但是我们只死了2次啊，这个第一名这边就是在名次在我前面都是死了6、7次。好了，我们不要 KD 了，我们要 ACE 哈，我们还是活动一下。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好，我看到他了，他在这个小屋子里面啊。好，7连杀了，很好追的啊，很好追啊，确实有点卡。底下一个粉丝说卡死我了，确实有点卡进去。啊，这个第一的狙击打，看来是打得不错啊，已经是杀17个了，我们尽量追一追。但是阿春这打的其实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战术，哎，不为人头，只为这个战绩啊！啊，这人被干掉了，哎，啊，不要跟他对了，这家伙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哦，你又这家伙，哎呀，真坑啊！我以后，啊，算了，不跟他们说了。其实你打狙击玩刀是很没素质的啊，对不对？你玩狙击你拿刀，受不了啊！啊，底下一个粉丝也说了，玩狙啊。我说一句吧，不许玩刀啊！不许玩刀，这太没素质了。你要说你这个狙击没打中，你玩刀，你这狙击都没放一枪，你就直接在这里玩刀，对不对？那多不好。哎，这个没打，这个打水了。啊，到处都是人，看没有？到处都是人。喂，嘿，好，哎呦，
哎，我们 KD 王竟然还没掉！哇，这个看来狙击高手还是很多的嘛。啊，哎，我们死了这条命以后就不玩狙了啊！不不，就不玩巴黎特了。来，忙一个！哎呦去，切快了，都没开枪，再忙一个。哎，我擦，这没打死啊！玩奴啊，玩奴。弩比较快一些，比较轻。忙一个，再忙一个，再忙一个，再忙一个，看好了啊！堵脑袋还忙，还不死，好，再忙一个啊！这个弩盲狙真是很溜的啊，很溜的。哎，又堵我脑袋上了。这一局下来，第一名能杀很多啊。哦，我们依然是中间啊。看来还是得好好练练狙击啊。不过狙击烂的也是真烂，最后几名都是杀四次，20多次了。忙一个，好，该忙就得忙啊。好，这是一个顺啊。你看到我，哎，又五连杀了，嘿嘿嘿嘿嘿，连杀，只要打了，忙一个，我就喜欢这个弩的这个盲狙，太准了，哎，这也是个弩，我的连杀被断了，哦，看到我了，卡点儿，我去啊，到处都是人，所以说不要认准一个地方看，多注意一下周围。看一下周围的动向。哎呦，我擦，这是怎么死的？这个死法有点奇葩。盲一个啊！我发现盲的比打的准哎。看来这个前三名都没希望了，能排个中不溜就不错。这一期忘了放音乐了。没事。放音乐的话，这边电脑可能会更卡。这里有人，但是我们打不到他。来吧，捡一下巴雷特吧。其实无所谓啊，都是一下都死，还是用弩吧。弩感觉又轻快，而且不用换子弹，对不对？这个打中怎么不死呢？哇哇哇，又卡了啊，又卡了。我赶紧打了，我这边射团好像快到点了。哎，这个什么情况？我打中了怎么不死呢？我绝对打中了这个。我擦！我是不是鼠标灵敏度调太高了？好。这个 ACE 肯定是追不上啊！这个 ACE 太猛了，已经超我10个人头了。但我们的连杀还是比较多，对不对？我们连杀比较多。哎呦，这是哪来的人？打个人战就这个样，到处都是人，这是没有办法的。这个其实到处都是人。来，我们盲一个，好，盲了个爆头啊！这幻影奴的盲狙，我感觉比这个开镜还厉害。好了，我们现在已经追到第五名了，再往上追追，我估计能追到前三，我离第三名还差3个人头，好追，好追，好追，好吧，你还回来，他被干掉了，这个没打到啊，哎，又是在这复活，来，我们来，我去，在空中把我给打死了。死了啊！他跪了，没看到我。好，他要从这儿摔了，可能被干掉了。
哇哦，好吧，还有最后的20秒了啊！我估计还能追个，还有机会追到第四啊！我们这边还是就差一个人头了。好，哎呀，快快快快快，再给我一个人头，再给我个人头，你大爷的啊！第六名啊，第六名啊，这个数倒是挺吉利啊，差跟上一名差一个人头，跟上上名差两个人头。哇，这个第一名真是厉害啊，杀50个。好，我们这次互动到此结束了啊，最后获得一个第六名。那么念一下这一期的这个名单吧，看来我这个狙击确实还需要再练习一下。这个第一名，这个是原定残梦，第二名是离殇，第三名是王者灵。哎，这个王者灵我记得上一次也上镜了。然后第四名是缺扣衬衫爱，第五名是死灵，然后第七名是小双，第八名是情若紫香兮。这个字不念紫啊，这个字念什么来？念杰好像是。第九名是蒙城，第十名是天威，11默然，12最好叫我大王。哎，好吧，好，你好大王。13名是夜妹太子，第14名是江哥，第15名是空心，16名是小小徐子。我去，倒数的这几名好像都是这个炮灰啊，全是副战绩啊。好，我们加一次双倍吧，两金币。好了，那么这一期互动就到这里了，打了这个11分钟，然后最后再说一下深红的事情吧。然后这个就是深红的这个，哎，点错了，这个深红的申请好像是明天才能提交。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在这儿。红人申请，然后现在是跟上个月失败啊，还有16小时，也就是说明天的中午差不多就能提交申请了。然后大家也是要这个多多的这个，最近也是多多送花。然后我们这样吧，这个最近这两天阿川这个视频发的少一点，然后就是2天发一次吧，大家把花尽量冲一下2000，因为我看一下现在的花差不多都是在1500左右啊，你看这个1600了都，差不多都1500左右，我觉得冲2000的话也是挺容易。这样的话，大家第一天送完花以后，第二天可以把多余的花呢再补到这个作品来，然后我们来冲下2000。如果鲜花提前达到2000的话，我就可以直接发下一期了。这样的话，我估计成功的几率应该会挺大了。第一就是说我们这边的这个人气，包括鲜花，比上一次失败之前都是有了很大的提升，这也是离不开大家的这个鼓励与支持。然后还有就是说这边的这个找那个那个那边那个客服清理了一半的粉丝，我当时就跟客服说，你觉得是无效的粉，你都给我清了，一个不要留。然后他就清的非常狠，所以说也有很多人被误清。大家可以看这边日志，被误清的粉丝加回来吧，这里比较抱歉了。他因为他这个就是这个比较严格，他有一些粉丝是清的是这个误删啊，比如说他有的是这个好久没上线啊，或者是头像明明加了，然后等级也够了，可能是由于比如说好久没上线啊，好久没评论啊，就是只看就是。反正很多原因吧，被误删了，然后这样大家再加，这样的被清理了再加回来就行了啊。好，我们这期视频就做到这里了，大家也是这个有钱的送钱，有花的送花啊。好，我们下期再见，拜拜。